各位观众，全家的野兽福袋值得买吗？这个要549块，咱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宝贝好了。好了，里面呢，哇哦，一样有红包袋哦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好可爱哦，这个是 Elsa 吗？是啦，冰雪奇缘的 Elsa 公主 Q 版的。然后里面还有这个米奇的小公仔。哎，这什么？这个是米奇的那个自动笔吧？这个好哦。然后还有一个野兽的这个夹链袋，塑胶的夹链袋是可以放东西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红包，这是红包可以开到什么大奖呢？欢喜开福运，延迟虚线撕开啊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中了一个金硕光旋捕梦网马卡龙彩色日抛啊，买一送一。好了，这是我们这次549块开箱获得的，我们还获得了这个彩色的马卡龙日抛啊，我们的酱嫂一定非常的喜欢哦。OK， 那如果喜欢，各位喜欢这一次的开箱呢，赶快去买吧，这个福袋非常的少，限量版的，先这样啦，各位，拜拜。